那么此地法藏比丘慈悲心切，希望自己能有智慧，能有神通道理，那度尽遍法界虚空界里面的一切诸佛刹土当中的苦难众生，这个很重要。法藏成佛就是阿弥陀佛，他是阿弥陀佛的前身。慈悲到基础了，没有比他更慈悲呀。慈悲心从哪里生的？怜悯一切苦难众生，他觉察到了，看清楚了。这些众生本来是佛，可惜迷失了自信，就变成六道轮回，在六道里头愈陷愈深，一世比一世苦，真真是可怜悯者。法藏法院呢，要救这些人呢。我们包括在其中。我们看的这个法性，法藏法性，感恩的心自然就生出来了。我们在这个轮回当中，生生世世，过去无量劫，未来还有无量劫，我们今天日子苦啊，这还不算苦的，畜生、恶鬼、地狱比我们更苦，有些我们看过了，有些还没有看到。诸天佛报答，那个佛报是相得尽的，天人的寿命长，但是他有尽的时候，在天上佛报相尽的，天人死了不能再往上升，他就往下堕落，只有修行人能向上提升。断恶修善，还要加上禅定，四禅八定，时间长啊，到了顶了，飞翔飞飞翔出天了，这是六道里头最高的，再上去没有了。寿命尽了的时候，不能再上升，肯定往下堕落。
那往下一层比一层苦。这些事实真相我们都要能想到。现在学佛，佛告诉我们，六道十法界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这个幻象就像做噩梦一样，是从八十五十一心所里头变现出来的，整个六道轮回不是真的，所以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啊，包括十法界。啊，真正聪明人要看清楚，要想清楚。啊，这个如同噩梦的环境，应该要醒过来啊！永远不再做这个噩梦。啊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要修到阿罗汉果，才能够离开轮回。要证得化身菩萨，才能够出离十法界。难，真难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诸佛菩萨为一切苦难众生开的，理论上说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但是从众生根性上来说，差别太大了。啊，靠凡夫自力修行，时间很长。啊，向上提升很难，退转很容易。这个我们能理解。看清楚了，看明白了，我们对法藏、对阿弥陀佛恭敬之心，自然就生出来了。那法藏比丘知道我们的苦处，啊，所以他帮助我们苦难众生。希望我们在一生当中能成就，包括哪些人？上面到等觉菩萨，下面到地狱众生，所有十法界、六道这些众生，统统包括进来。啊，只要有缘遇到这个法门。一生当中就能够圆满证得无上菩提。八万四千法门里面所没有的。啊，真正是特别殊胜的一个法门。这个法门的条件，只要两桩事情，第一个真正相信，
第二个真正愿生极乐世界。啊，能不能往生，就这两桩事情，没有丝毫怀疑。我相信佛菩萨决定不会骗人。啊，他们的话一定是真话。真正相信，真正愿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欧耶大师说，能不能往生，决定在信愿之有无，有信有愿就决定得生。生到极乐世界有品位，极乐世界四土三倍九品，你是生到哪一个阶层？这个关系你念佛功夫的前身。啊，就是我们念这句佛号啊，功夫的前身。什么叫功夫？念佛功夫成片的，这个功夫浅啊，浅怎么样？能往生，往生到同居土三倍九品。这功夫浅啊，所谓浅的是刚刚把怀疑断掉了，疑心断掉了，要有一点疑心夹杂在里头，就不能往生。这个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